什么事情？妈，你在做什么？发生什么事情？妈，秀兰师姐，是时候展现你的虔诚了。时辰过了就来不及了。时辰过了就来不及了。这是屋主的夫妇和小儿子，因为觉得大儿子健康出状况，所以要对他进行祭改仪式，但是却在压制的过程中失手，导致儿子窒息，而且送你给我过来。如今三位家，你给我解释，你不是说这次考试要拿到九十分吗？怎么你全部都拿到五十分了？哈？解释。没有，就是很多人都是考到这样。我不管，我不要听你的借口。我跟你讲啊，你知道隔壁的安迪啊跟我讲说啊，他的儿子啊，他没有拿补习，他都可以考到一百分，他还出去比赛拿奖哎，我还给了你钱去补习，你到底要做什么？哈？你真的给我丢脸了！我跟你讲，从今天开始，你不可以出去玩了。什么？你要他你就领养他啦，你要我做么？你还敢给我顶嘴？你跟我讲，你到底是读书还是跟朋友玩的？哈？你这丢完我的脸了！我以前读中学的时候都没有考到你这样差。什么？你有读完中学没？你不是跟爸爸结婚了，你就没有读书了吧？你以为我要这样啊？哎，周末你突然间的哈？迷走神经，你有没有看到他刚刚的态度？休克死亡！还敢跟我顶嘴？他这个是从哪里学来的？你冷静一点，我明白你的感受，可是我做的这个全部都是为了他好的，你知道吧？不是，我也明白的，可是你听我说先，你儿现在才17岁，不要把太大的压力放在他身上先。可是我现在刚讲什么他什么都听不进去啊。你给我冷静一点先。我这个项链啊，就送给女儿当做道歉礼物吧，你就跟他好好道个歉，毕竟大家都是一家人，要和和气气的，好不好？秀兰师姐，这一次不要再失误了。明恩，你们竟敢破坏这个仪式，兄弟们给我抓住这对母女！杀了他！救我！你们走开，不要靠近我女儿！滚开！杀了他！警察，不要动！对不起。
等着你回来，我想着你回来，我想着你回来，等你回来让我开怀。